Sexy baby， 弯弓，哦弯弓，哇塞，弯弓弯弓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一组很暗哦。老师太感动了，你们真的是拼了啊！我们都是二啊，全是全不可能吧？我刚看了什么啊？哎，我们真的亲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吗？你们可以记得我们上一次的故事吗？哦，怎么样？你们害我们吵架，因为我们上次我们啊有他们有一次在这边吵架，走心的走心的那一次，那一次我们来这边比才华好不好？我就是会跳舞，我当国标冠军，然后会做菜，然后出一本做菜的书。你会做菜吗？我没有执照，因为我考的是美容美发的执照。哦，为什么没有自己弄漂亮一点？有啊，我已经够漂亮了。要重新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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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重新的，重新的。有一次，有一次，本来我们就是好朋友，但是那你是很常跟别人吵架。对啊，那你要不要跟我吵架？你不要再吵，跟人家吵架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们都酸民都这样骂他们，那没有关系，吵架对不对？人家讲我们代表，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嘛。来，自来水杯亚军陈汉典老师给我们奖品。很香。什么啦？香，真的很香。但是跳舞又不是在吃烤肉，真的真的。那刚靠近之后，哇，整个那个成香气在冒。但是我要讲，碗弓真的他有拿出来。
对对，他真的，因为你看旁边两个女神压在他旁边，他一点不逊色。但我觉得他很有自信，然后他一直在那边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完全不会联想到吴坤是女人的美哦，女人的美90%是来自于自信哦，对，这个自信美很重要。而且是不是这个 twerk 其实算是最难学的一种舞，超难，对，他比较需要精细的肌肉的控制。对，郑梅，郑梅老师，郑梅老师，56错个人讲座，他们的舞蹈非常的。有感受，有感受，怎么说？什么感受？因为这个感受是，我觉得 Turk 的Turk 的入门的门槛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基本上他们有做到那个韵味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真的。